得奖的是第57届广播金钟奖流行音乐节目奖。等一下，是这个没错吧？没错吧？对对对对对。欢迎 Thai Music Shop。内容聚焦于泰语与华语的流行音乐，资讯独到。除了对于泰语流行音乐的推广，更建立了新风貌的国际交流窗口。恭喜 Playing Thai Music Shop， Indeed Indeed。谢谢评审，让一群勇闯流行音乐节目奖的生力军们一次肯定的机会。等一下，我先把口罩拿下来，很重要，难得可以上镜头。好，首先我要感谢景广，感谢宣台长，感谢包科长，以及景广节目科所有同仁对我们节目的支持、鼓励及帮助。还有呢，感谢让我们这次能够美美上台的，包括了豆蔻的豆蔻摄影工作室、以琳 Hair Salon 以及阿 Win， 还有黑礼帽西服。既然是讲一个华语以及泰语的流行音乐，我们当然要一段泰语的感言，就交给我的伙伴们。Sorry Cup， 红色来 Cup， 国坤。Golden Bell World Cup， 王娃，张明坤卢早 ，Don't Drink Thai， 马坤潘 ，Playing Thai Music Shop，Pro Playing Thai 所有金金卡，德娃，彭普帕查泰，麦快金卡，可普帕查金代麦。大家好，我是赖可。我们做了一个泰语的流行音乐节目。其实想要让大家知道的是，台湾人大部分人都是听华语或者是台湾本土的音乐，或者是欧美及日韩。不过现在东南亚的音乐，包含泰国或者是越南或者是菲律宾，都有你想象不到的好音乐。希望透过我们节目是一个开始，让大家可以接触东南亚的音乐。那最后我要谢谢我的家人、我的朋友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听看看泰文歌。Couple cup。大家好，其实我不是广播人，我只是一个喜欢把国外的音乐带到台湾的人。那有这个机会，就是艾咪邀请我，就是来介绍泰国的音乐。那我想说，就是接下来有很多泰国的艺人要来表演，比如说过人三步会有 Namcha， 还有Alek Orachi， 然后接下来我会办一个。泰国艺人的演出就在那个他们叫 Happy Three Friend， 我们在节目里面有聊到，所以我想说就是借由这个机会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认识泰国音乐 的好，然后其实我们台湾其实是一个很包容的国家，我们其实可以聆听更多的音乐，接受更多的不同的文化，因为我们就是一个这么多元包容的地方，那我们要以自己为荣，谢谢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 เอมินาค่ะพวกเรา Playing Thai Music Shop ค่ะวันนี้ดีใจมากๆที่ได้รางวัลนี้ค่ะแล้วก็ต้องขอบคุณทุกคนที่เคยช่วยและให้กำลังใจค่ะหวังว่าในอนาคตจะได้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ร่วมมือกันระหว่างศิลปินไทยและศิลปินไต้หวันด้วยค่ะ然后我想谢谢我亲爱的家人，特别是我的爸爸妈妈，还有我的朋友以及团队，以及帮助我们的每一个人，聆听我们的每一只耳朵，还有没有放弃的我自己。想要我想要甲阮阿妈讲，阿妈我得奖啊，谢谢。